没有盖章，那不就是一堆废纸吗？说的就是嘛。我这不是倒着倒着，晚上去苏军警备司令部去开个舞会吗？趁机要把那个印章偷出来。要是你还在那儿就好了，我也不用费这个劲了。那我就留在这儿。印章拿到手之后，连通通用权一起带走。姐，包子快！正好你跟京戏说说提几话，他呀心里只有你。锦溪，我快要当妈妈了。快趁热吃，大姐包的排骨包子可好吃了。我去给你拿包蒜啊。我不饿。你不饿，孩子饿。清喜，对不起。是我没那个福气。清喜啊，要是我下辈子，我一定嫁给你。有你这句话，我就知足了。高大侠，啊，你不用，先进。哎，你说好了啊，啊。请，请。都是我们的演员，金啊，青青，哎，姐，来，你怎么才来呀？嗯，姐，姐，你可真漂亮。哎，你这把窗帘拉上啥意思呀？不开门做生意了？你姐呢？出去了。啊，行啊，你小子，你这大白天，姐不在就喝上了哈。这个可比格瓦斯劲儿大多了。格瓦斯算什么？那就是甜水。哥，姐，你俩也喝点，我去拿杯子。哎，不用了，不喝了，不喝了。哎，我咋记得你姐跟我说，你不能喝酒，这沾杯子就倒。啊，对啊。那是过去，姐，我跟我姐来大连开了洋行后，我这酒量就练出来了。啊，嘚瑟！男人是得喝点酒，但今天我们就不喝了，改天我请你喝喜酒。咋？你要结婚？哎，行了，你这儿有没有好看一点的耳环给我找一对，就配我这身衣服的哈？啊，对了，我还想要一个红一点的口红。哎，好，姐。来，哎哎哎，这个人不是的，来来来，你快快快！哎，船长，他是我们的观众，开商行的，我老从他那儿买道具，姐啊，老支持我们了。不是，那这他不可以不能进去。我是袁飞燕的亲戚，不信你问袁飞燕，他可是安德烈的好朋友。不是，飞燕，飞燕，来来来，过来。怎么了，菲儿？你快给大姨妈证明一下，我跟你爸可是亲戚加同志的关系。哎，
我来的时候你爸还在我家喝酒呢。菲燕，这确实是你大姨妈吗？是。哦，那赶紧进去吧。你看看，我可是咱们大明星的大姨妈。哎，好，来，快快快。杰西，哎，小子眼光可以啊！啊，不是啊，我姐带了这么一副耳环，我觉得好看，我就给大侠姐拿这一副了。谢谢你啊！哎，那钱收好了哈，我们走了。哎，姐，你能不能帮我个忙？啥忙啊？我姐包了一笼包子，这出锅了，她都没吃上，你帮我烧上，要是碰见她，她还能吃点。不是我上哪碰他去、啊？你姐也去舞会了？我看我姐描眉画眼的，那嘴巴跟你一样涂得红红的，那头发梳成这样，那衣服穿的跟平时不一样。你今天也不一样，我想你们应该去一个地方吧。行，我给你烧着。哎，姐，你等一下啊。啊，这就叫好了。哎，楼上更漂亮了，是吗？走走走，去看看去看看。哎哎哎，真气派！飞燕，怎么样？漂亮吧？谢谢你啊！你把我爸怎么了？他怎么？取决于你今天晚上的表现。你无耻！你不用诅咒我，你应该为你父亲想一想啊。如果他因为你丢了性命，那你这一辈子都不会安宁的。你们就不怕遭报应吗？你错了，我们这是革命。飞燕呐，我希望你继承你父亲的意志，成为总理遗训的后来人。我不会跟你们同流合污的。笑干嘛？我奇怪吗？我突然想起件事儿啊，你说当年我们在铁路医院，我说你是我媳妇儿，死不承认。你说你现在啊，这不是落我手里了？讨厌！你说你还挺聪明啊，当时还问我说我腿上有没有胎记，我说有，结果让你给跑了。你说我当时要说没有，你是不是把自己就落那儿了？你看，有没有？她是我媳妇儿。既然你说我是你媳妇儿，你就告诉大家伙儿，我腿上到底有没有记？有。有你个腿啊你！哎呦，高大侠，你玩我你？什么玩儿你？当时你看的是我右腿。哎呦，你挺会啊你啊！别闹。干什么？让你好好开车！车怎么回事？哎，好久不见，你好，哎，罗斯基，你好，邢团长，来，哎呀，安德烈同志，哈哈哈，哎呀，今晚我们文工团可是全体出动了，太感谢了，太感谢了，大家好，你好，你好，谢谢大家，非常荣幸，你好，你好，飞燕小姐，您的到来，让我们警备司令部蓬荜生辉啊，哦，安德烈中校，您太客气了，你好。你好，这位夫人是？我是飞燕的大姨妈。安德烈中校真是太帅气、太绅士了，怪不得我们家飞燕老在我面前对你赞不绝口呢。是吗？嗯。还有这事儿？
哎，安德烈，哎，我可不可以荣幸的拥抱你一下？嗯哼，可以。谢谢。哎，袁小姐不高兴了，害羞了，嫌我揭她老底儿了。没事儿，没事儿。里边请，里边请。好，好。Ты же меня не будешь виновать? Нет.我从来没有听飞燕说过她还有这么一位漂亮的大姨妈。飞燕低调，不喜欢我这个做生意的人。哦，马掌柜看起来这个充其量也就是个商人，而不是生意人。这有什么不一样吗？生意人都是唯利是图的，而商人他是有所为有所不为，所以从面相看，您看不出来一点儿这种唯利是图的样子。邢团长的话真是对，我做买卖还真不是为了赚钱。是是是。哎呀，等等等！哎，等一下。哎呦！哎，好了，走吧。光脚啊？啊，把鞋穿上。哎呀，太费事了。放心吧，我皮厚。啊，走吧。高大仙，你别扎着脚，要了命。哎，新段长，新段长。哎，为什么我看不到高大侠和傅家庄同志？哎，我也没看到。哦，不过你放心，他们既然答应你了，就一定不会爽约的。那行，哎，团长，哎，那个安德烈同志，哎，还有一件事要麻烦你，我们因为排练比较忙，所以还有一批通用券没有盖章，你看这个事情。嗨，没事儿。где у нас печать находится? В общем отделе. Я вчера сказала положить в сейф. Какой? В твоем кабинете. Хорошо. Пожалуйста.Сходи в мой кабинет, поставим печать. У меня есть ключ от кабинета, я возьму только ключ от сейфа. Ну хорошо. Гэн джэ ма зло ва чу. Хао, сисе. Гэн ма зло ва ся. Гэн ся. Чидала, пан джэ. Сисе.飞燕小姐，我可以请你跳个舞吗？小心。飞燕小姐，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吗？谢谢，没有。我们还是朋友，你不要客气。有需要的话，我会请你帮忙的。可以了，真是太好了，幸亏有这印章，要不然我们团里这么多通用券都不知道该怎么花出去了。这要不是伪造的通用券，我们随时可以加盖印章，不会让大连市民有任何损失。太感谢了。谢谢袁小姐，陪我跳这个舞蹈。安德烈先生，可以赏个脸吗？
团长，我请您跳个舞吧。哎呦，好，走。走。一只了，怎么剩一只血了？跑丢了，太大意了，这啊，回来吧，来不及了，别找了，就这么地吧。不是你这，哎呀，快回来吧。大姨妈在这做什么呢？做点小买卖。啊，跳的还不错。以前跳还行，现在老了跳不动了。哪有，来一个。小心点啊！没事。安德烈同志，胡家聪同志，你好。你好。安德烈同志，你好。你今天怎么这么美，这么高？血呢？那个，好丢了。麻烦马斯洛小姐帮他找一双鞋。没问题。没问题。谢谢。傅先生。你今天有我们家大侠陪伴，肯定会招来所有在场男士们的嫉妒。大侠，你今天太漂亮了！哎呀，我要知道你来啊，我跟你一块儿过来了。哎，咱俩的耳环一样哎。啊，这个是京戏特意跟我选的，说跟你的一样。看，还有这口红也都是在你那儿买的。哎呀，买什么买呀？那是咱们自己家开的店。哎，姐，你咋来了？哎呀，开洋行的，多认识点外国人呢，哪有这样的聚会我都得参加。大家嘱咐，你今天真好看。你好看。哎呦，谢谢。哎，安德烈。哎，好戏开始了吗？好戏已经开始了，但是高潮还得等一会儿。什么高潮啊？一会儿就知道了。哎，来，恭喜。哎，大侠同志。哎，你今天简直太惊艳了，我必须跟你跳一曲。啊，你不怕我待会儿惊着你啊？邢团长，他鞋丢了，是不方便跳啊？鞋怎么方便？不是，怎么不方便？没鞋我也能跳，咱俩跳。好，能跳啊？哎，那先跟我跳一曲，来。啊，那一会儿给你跳哈。哦，哎，就行吗？安德烈，团长。咱俩的舞还没跳完呢。啊，对对对，咱们俩刚才那舞啊，跳了一半。你这脚行吗？没问题。小心点啊。为什么不让我跟老邢跳啊？我可能让你跟别人跳舞吗？东张西望的，你这么不专注啊？你太不尊重我这舞伴了吧？啊！我哪敢呀，团长。哎呦哎呀！怎么回事？哎呀！对不起啊，姐。哎，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没事儿。你行不行啊？你这跳的什么舞？这跳的是？团长，我不跳了。啊？哎哎，哎，邢团长，你真对不起，我没事儿。他有事儿。团长怎么了？啊，没事，他好，你们跳吧，跳。好好好，还能跳吗？可以的啊。确定没事？嗯，可以，没问题。哎呀。
没想到马小姐跳得这么好。年轻的时候爱跳，现在老了跳不动了。哎，怎么了？不舒服啊？团长，我想先回去。哎，要是在平常，我可能会同意你先回去的。可是今天不比往常，人家安德烈同志正盛情地邀请咱们文工团全体到这儿来跳舞，你又是咱们团里的台柱子，你要是先回去了多不礼貌。来，陪我喝杯酒。哎，有什么不高兴的事回去再说。居然一不小心成了今天晚上舞会的女主角了。今天晚会的女主角不是她，是谁？一会儿自然就知道了。对不起，我要上一趟办公室啊，失陪了，不好意思啊，失陪了。Мне нужно кое-что взять. Держи туфли. Я все возьму. Что тебе нужно? Да, стой. Подожди. Я тебе приготовил маленький сюрприз. Поэтому жди меня здесь. Обязательно жди. Мои туфли вообще не нужны. Мама, они будут хорошие. Идите, пусть они будут.安德烈先生，请您跳支舞吧。行，来，哎，飞，这东西老好吃了，尝尝不？这里举办的是舞会，不是酒宴。啊、来来，咱们俩也跳一曲。飞燕，你是跳舞呢，你还是转圈呢？你总看着安德烈干什么呀？你跳舞能跟我认真点吗？哎，不好意思啊，对不起，不好意思，对不起啊，金枪。哎，怎么了这是？怎么了啊？
没事吧？别动！滚滚！你们过去！过去！我去打死你们！不许动！开门！пошли, пошли. Что? 对不起大家，受惊了。只可惜，这个特务给打死了。这文工团怎么这么多特务？探长，咱们先走吧，我腿不软了。太吓人了，走。哎，大家不用害怕啊，不用害怕。今天的事出现的是对的。我们一起铲除掉一个隐藏在我们布尔什维克体内的毒瘤，大家庆祝才对。安德烈同志说的对，我提议，来，端起我们的进贡酒，干杯！干杯！还想跑呢？大雨，倾盆大雨，我叫你倾盆大雨。哎，我们大家都喝酒了，你咋不喝呀？空肚子不敢喝，我胃特别疼。胃？你看看我，真精细啊！给你带了包子啊，在我这儿呢。哎，我拿给你哈姐。老爷子，平时你不是很厉害吗？今天我就好好伺候伺候你。嗯。嗯啥呢？看你还敢不敢跟我姐作对？想打我呢？啊！兔崽子，你等着！喝！乖！我让他每个包子必须要包15个折以上，你看这个，这才几个折啊？谁包的这个包子，谁就是幕后的指使者。有特务！什么？在哪儿呢？在哪儿呢？在哪儿？什么人？大家都别动！都别动！比利哥，你放在一边看去。电话，烦人！电话，喝！清晰，赶紧接电话，赶紧接电话！这回瘪犊子了吧？会不会大姐打来的？那我得接啊！外边这么大雨，姐别急着回来。喂，清晰，赶紧租个车。那些通用券运走，姐，你在哪呢？你别急着回来，雨下的老大了。闭嘴，闭嘴！赶紧把那些通用券运走。姐，你跳舞跳出事了。老姨夫在你旁边吗？让他接电话。老姨夫他在呢，他醒了。赶紧让老姨夫接电话。老姨夫，赶紧把通用券运走。如果出了事儿。心肝宝贝儿也别想再见着了，你听见了没有？放下电话，快！
喂，姐。Скорее, она здесь！多好看的姑娘啊！只可惜呀，安德烈的求婚戒指你都没戴上啊！大侠，Маргарита！乌拉恰，乌拉恰不行！今天可真不是个好日子，一把钥匙要了金青的命，一个包子差点要了我的命，更可惜的是你的漂亮的准媳妇说没就没了。安德烈，看来你求婚的时候没看中国的老黄历。杀了你！我要杀了你！我要杀了你！马上调查粮油银行。孩子跟咱俩一模一样的，这样咱们仨就是一家人了。不许动，别动！大哥，他肚子里边有我的孩子，有我的孩子，救救他，快救救他！
Quanta gusto di vedermi. Mi posto il fior meglio. Родная столица за нами.没事没事，我得去看看飞燕啊。大姨是谁？大姨，一个你们永远也看不见摸不着的幽灵。别说什么幽灵，就是魔鬼阎王，我也要把他活活抓住，让他接受人民的审判。就你？没错，就是他。马苏苏，没抓到你之前，你大概也以幽灵自诩吧。只可惜啊，你还是落在了高大侠的手里。是啊，我马苏苏精明了一世，却落在了这个糊涂蛋的手里。这是我的耻辱。既然已经落在我这个糊涂蛋手里了，你就愿赌服输吧。让我低头俯首可以，但是让我称臣投降，那是万万不可能的。哎呀，你说你哈，输都已经输了，咋还输不起啊？我的命，你们随时都可以拿去，但是。让我背叛我的理想和主义，那是痴人说梦。你们党国现在已经完蛋，你就甘心为他们陪葬吗？党国完蛋，我在这个世界上就了无牵挂了。现在我麻苏苏就是行尸走肉，活着已经没什么意思，死对我来说就是最好的解脱。没说出大意之前，你还解脱不了。高大侠，你还真以胜利者自居啊！我告诉你，你不配。我麻苏苏在你们眼皮子底下大摇大摆了四年，你们，尤其是你，不光无动于衷，还一口一个姐的叫着，你不觉得可笑吗？我麻苏苏赢了你们四年，也算对得起党国了。师傅，哎，师傅，是方先生，飞燕在吗？在，在，刚回来。你听说了吗？今天晚上出了大事了。飞燕没事吧？啊，他没事，没事。好，您放心吧。谢谢啊。现在，你还是输了。这次不过是马失前蹄了。傅家庄先生，你我都是特工，自然知道。特工身上藏有太多的秘密，有些秘密只能随着特工的死亡而消失，所以，我请你尊重一个特工的尊严。都啥时候了，还说尊严？你没有资格跟我谈尊严。
你既然谈到尊严，那我就跟你多说两句。马苏苏，你应该知道，对于一个特工而言，任何一个细小的错误都会致命，而发现你致命错误的人正是高大侠。就凭这一点，你这个失败者应该给高大侠这个胜利者一份足够的尊重吧。说吧，折腾一晚上，我蒸的那锅排骨包子也没吃上。对不起，我饿了，不想说话。饿了，想吃啥？我给你做。上车饺子，下车面。我妈苏苏今天栽到你们手里，算是到站了。面条是吧？行。